顺利的起飞。 Go go go。真的很适合拍自拍呀、啊！带你们来三亚洲之酒店来玩一下，我开电动车养你们啊！天鹅，朋友们，我们本来开开心心的收拾好行李，准备去三亚。这个天气，我真的是好像当头一棒，你知道吧？精心搞的这个头发，今天还有几个电灯泡哦。看一下今天是哪一些单身狗要受虐。我们已经上车了，现在在等跳跳，已经10分钟过去了，还没出来。哎，这个女的从来就没准时过。怎么一上车就不下雨了？刘王也爱我，你是个没，你知道吗？就等着你这个出门的这一阵，然后来下雨。现在还能起飞吗？应该没事吧。好，机场啦。你这么大一个箱子，是走秀是吗？对啊，秀唱。你那绿头发在那里躲什么？你就说一下你。他挡我。啊，我没挡你哦，我以为他要拍我。哎，确实也没有人想拍你。没有拍姐妹吗？现在外面的雨都已经停了，我们应该可以顺利起飞。Go go go。好了，现在雨开始下大了。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在雨下大之前起飞，结果此刻的心情，我应该可以顺利起飞。我不认输，就熬着吧，北京这场大雨还是没有放过我们。我们已经取到行李啦。凤凰机场好适合我这样来自凤凰的男人。来三亚一定要跟对象来，你看我就两手空空可以在这里录视频，但是有的人呢，没有对象的人，这种没有对象的人，你看我们像个旅行团，有没有？幸福旅行团，幸福的只有我和你。但你比上次要好一点点的是，你终于有一个登机箱了哈。以前的话呢，他没有钱买登机箱，就只能拎一个这种袋子，又很累，对吧？又没有对象帮他拎，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这样子很狼狈的拿着一个这种破布袋子。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11点的早晨，是布派对哦，后天是抓螃蟹，对，好多玩的，我感觉时间根本不够。刚刚搜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房价，2200一晚，就感觉要好好体验一下，古色古香的感觉，有没有？处处都透露着一种贵。走吧，门是自动的，显得我好香啊，有没有？哇天哪，它是自动感应的，显得我很富贵。耶、免税城，我跟你们说，哇哦，窗帘也是自动的，哇哦，有点东西啊，这里真的有点东西，好酷啊，哇，而且味道很好闻，香香的，这里完全没有那种什么烟的味道啊什么的，哇哦，外面一整片黑的，全部都是他们酒店，哇，刚刚闪电看到了吗？好干净啊。这个红酒也是可以直接喝的吗？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不用再付钱了吗？啊，还有小点心，我的天哪！我们住进来才几分钟，我们住进来之前他给我们的糕点真的好贴心啊！整个房间都是很简约、很舒服的感觉，哇，真的太棒了！好了，我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差不多收拾好了，今天准备睡觉了，因为今天其实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赶路上，飞机上坐得太久了，一直晚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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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这边也是大暴雨嘛，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拍。酒店本身有很多很多他们自己的活动，因为它是个度假酒店嘛，什么抓螃蟹、篝火晚会这种全部取消掉了，我们只能待在房间里面听着雨声。但是这个酒店从我们
踏进来的那一瞬间起，我们就一直在夸，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真的可以。平时去海岛度假的时候，也真的是住了一些比较好的，然后比较贵的酒店。但是这个酒店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很惊叹，因为它所有的服务设施、地理位置，包括整体你这种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好。酒店会让你整个旅途会很放松、很舒心，哪怕你在房间里面听着雨声、听音乐、打游戏什么的，都感觉很放松。准备明天天气看会不会稍微好一点，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个酒店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酒店它最出名的东西我还没有拍，你们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你们猜不到是什么东西。好了，我们准备休息了。 Day two， 我现在已经妆发完毕，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刚刚徐新文给我发消息，他说这个餐厅有点东西，有点东西。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自助餐，没想到真的这么可，所以我现在很期待去看一下那个自助餐是什么样子。撑了，真的，早餐品类太多太丰富了，根本无从下手。这是餐厅专门给小朋友放的区域，是不是好贴心？我们现在吃完早餐了，给你们看一下酒店白天的周边什么样子的。开门。谢谢谢谢。对面就是一个商场，那边有喷泉，那里就是我们的三亚免税城。感受一下这个海景，感受一下。已经有人在游泳了耶，那边是酒店的大堂吧，也有人在游泳。现在呢，我们准备去大堂，因为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要带我们逛一下酒店。这样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这地方真的很适合自拍呀、啊、什么的。我在录视频哦，你看现在已经姿势都摆起来了。他可以看到酒店的全景，哇！巴厘岛健身有没有？对啊，在森林里面慢跑的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跑一下，兄弟？哦，不要不要不要，刚吃完饭，累累累。等会儿拍张照，拍张照，等会儿拍张照。免费的，先到先得。我换来游泳吧，这个太爽了。哎，我真是服了。现在当事人是非常后悔，就怪你早上叫我起来。我什么时候认成？你非让我去，你非让我去。Cozy chair, picking on a wishbone from the Frigidaire. Two sleepy people with nothing to say, and too much in love to fade away. Do you remember the nights we used to linger in the hall? Papa didn't like you at all. Do you remember the reason why we married in the fall? To run a little nest.Here we are, just about the same. Foggy little fellow, drowsy little dame. Two sleepy people with nothing to say. We're too much in love to break away.
吃饱了，现在当事人是非常后悔，后悔早餐吃了太多，本来可以吃牛排的，吃大虾吃饱，然后我现在我肚子里面全都是什么炒饭什么之类的，根本吃不下那些海鲜。我这儿也要防晒。我们现在准备去游泳了，看一下我的这个泳衣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像泳的人吗？我怎么了吗？那大家不都这样穿吗？是是是，就你最好看，快点，快点！哎，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我这个夏天第一次不冷的。会游泳。你扒拉两下嘛，试一下嘛。像棉花糖是吧？我们现在已经冲洗完毕，哎，准备回房间了，真的好快乐，好快乐，太快乐了，好嗨哦！你们看酒店的夕阳，好好看啊。Day three， 我跟你们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夸一下洲际酒店，他们真的太贴心了。正常我们去其他的五星级酒店，可能就是会有两双一次性拖鞋嘛，但是他们有三双，而且是给小朋友准备的。虽然我们也没有小孩，但感觉有被暖到。他们的洗漱用品啊什么的，用的全部都是艾格瑞的。艾格瑞的话呢，是一个很有名的香氛，他们的这个味道我太喜欢了，是柠檬和马鞭草的味道。而且他们不仅是有洗发水、沐浴露，还会有润肤乳，并且还准备了小朋友用的，而且还有儿童牙刷，就不仅是大人，小朋友来也会感觉到很开心。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那可以泡个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会儿能不能泡一个？真的太舒服了。好了，我们现在已经退房了，我们把行李寄存在了前台，准备去海底餐厅喝个下午茶。真的好精致哦，就是要去这种餐厅就是精致。我们到沙滩啦，这里是沙滩，那边是沙雕啊，那边有烧烤可以吃的，是丛林烧烤。他们这个酒店的娱乐项目真的很多。我终于看到海了，哦，那里有个乐，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洲际酒店体验之旅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新的酒店了。据说新的酒店特别特别好拍照，我也有点期待。但是洲际酒店真的是我和左哥包括我们所有人体验下来真的是太棒了，我真的强推你们一定要来试一下。虽然全都是五星级服务啊，就看起来是富婆才能住的，但其实又很便宜。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820直播间它到处价格是多少钱，超划算。好了，我们现在要走了，赶去新的酒店了。